台中有名佛寺，我们拜完八十八佛，念佛三昧，透过如何简单重复的精进双盘念佛，这是一个非常殊胜。最重要的，如何俗称的透过在一呼一吸念佛的当中，都能够完全融入在佛号，不落思量的念佛方式，让我们真正的人类一次跟一次更加的了解。所以念佛它的智慧是在如何透过悬雍垂，我们如何将我们舌头跟我们口腔，因为我们的外围整个肌肉当中的口轮匝肌，还有我们的口水里面有非常好的蛋白镁像素，只要一生一愿都能够清楚明白，念的当中我们自身的耳朵也听得很舒服，这个都是要平常操练的。这刚是我们的太平洋，但这是整片呢，大自然的山中。人路呢，是透过在惊醒当中所有的白净家人或者是长水种，随着佛号感受到人生是活着非常灿烂的，它可以每一个当下让我们在最自然的当中呈现的是最自然的了。佛号代表的是觉知觉醒，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配合着自然的呼吸，人的一口呼吸都是在自然当中所呈现出来的。人活着最重要是目的来经验体验，成为一个积极付出奉献者。生命每一个当下可以重新透过本身碎骨重新架构，在念佛当中可以找回自身。这个大众凭着念佛的心